小时候不懂他为什么要走，现在明白，再爱一个人也不能迷失自己。这次旅行，我们看了很多别人的世界，我更加确定，我要的生活应该是自由的，居无定所。这些事情只关乎我个人，我不需要你为我付出那么大的代价。在爱的回归线，又期待回相见。我的全名叫林婉瑜，我爸爸是林氏国际银行的董事长。撒谎的匹诺曹！婉瑜，我可以追你吗？不用，因为我愿意和你在一起。清心回暖，阳光在手指间，那落难的誓言，有牵挂就不会飞远，只一瞬间抵过沧海桑田。